嘿嘿嘿嘿，那么咱好吗？站好，我们这里有句谚语说的，七坐八爬，九长獠牙，他的牙齿已经长了，现在慢慢的叫他站，让他学走路，来走路，这样走走。妞妞那个时候不到十一个月就走路了，这个小家伙估计没那么快。来来，姐姐九个月都可以走了，就可以这样站着圆嘞。怎么他走路了是呗？真的走路了啊？真的走路了，站得来不？那个傻瓜儿。微信小时候能不能站得不得？你才那么大的年纪，走到圆得来吧？慢慢圆得了。嗯，他八个月的，每天十一个月走路啊。来来来，教你走。来来教，来来来，那么教。现在有学步车，把它放在学步车上。以前我们过去带他爸爸买回来这个是弄个椅子那么倒下来，把他那么拖，慢慢的拖，天天那么拖拖拖拖就会这个走着来的。咋么拖哟？啊，那个椅子高大，我拿个小扶手嘛，那个椅子。咋么弄个？你们弄扶的，你们把它放在高头。你给他们来个，来，来来来，抬起来，坐起，站起坐。哎，我们坐起，站了起哈，来来来，拖，教你走路哈，弄的。哈哈哈哈哈。还有什么车手机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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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来来来，这里学步车，擦擦擦，哎，擦擦擦，那个是你爸爸，我们学步车，那个是你学步车是老的还是？可以坐的，太小了，啊，坐旧物子车，有的坐旧物子车，大姑娘在穿旧物子车，哎，脚掐，晓得掐了噻，晓得掐了，脚就掐那个脚掐，哎，这是我路有点大呀，这叫我走路都爬，他没学爬呀，这。微信也不怕耶，他也不怕，不怕的还走得快一些，走得快一些啊！来好，坐好，来好，来坐好，坐好，你来，来来，坐坐，坐车车，你坐车车。嘟嘟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嘟嘟，这是个么子？你说这是个么子嘞？来，嘟嘟。哈哈哈哈哈！抓住了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搬脚脚了，搬脚脚，来，抓好个石头，哪个拖得动那个？那个抻个石头，你抻个石头是吧？对，张姐，张姐，哎，张姐，兄弟，兄弟，你们张姐，你们张姐，走，哈哈哈哈哈！你走，来来来，哎呀，掐起来，横起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走，走，走，那个，哎，姐，你在干不咯？叫他学走路，叫他学走路。你怎么教？我是你们那个时候穷嘛，把他们拉不起来。那个都是你们小时候的学步车吧？你拉起。那九个人，你们八个都要怎么走路？九啊，慢慢的来走路，影响那个发育到这边这边的了吧？九个月的，还是八个月的哦？八个月是没用的，没得姐姐很贵。那有那么多的？现在不是那个学步车没了吗？那个学步车坐多了没高耶，他们说现在脚有点快呀。那个弄来取一头两根，取到一根，再慢慢取根，你们弄宽了它。人家的取根都是这么宽。宽了它脚没那么长，晓得不？小时候你们这边是把那个取。老板给你取根哈。把那个架子也借到那边，小时候。哎，把我现在小两岁来，又来点了，来了，来我们来，走来，走起，你爸爸看牌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嘟嘟嘟嘟，嘟嘟，就就那里没尿不大事，没尿不大尿你来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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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要嘛，就为了这个学生的呀，好，不说学生，我们要学上医院去哈。